很多人打单排都跟我一样吧，每次就差这两分渡劫的话总是失败，每次一到升段不是差一分就是差两分的，真难受。就差最后两分，我们就用最稳的打法吧，跳点这个蓝海湾，然后利用好第一条命去抢一个中心点的位置。这一把科学馆是在一个圈中心，我们直接利用第一条命过来抢点，这里也是露出犄角被打了，打了之后我们还有复活机会。没事，我们还有复活机会，我们直接飞回老家吧，我们直接飞这个蓝龙或者车库都可以。注意一下这些装备有没有被人收过，没有收过的话我们就可以放心的收了。装备已经收成型了，我们来这个车库蹲一手就行了，这个圈已经刷过来了，没必要出去站点了，看看下一个圈会往哪里刷吧。打绝代圈的话一定要看圈怎么刷，这个圈肯定刷那个绳索的防区与中心点，趁现在没有人的话我们赶紧去把这个点拿了，要是晚到的话只有挨打的份了。别看这两步路肯定要开车过来的，以免被人打掉了，直接顶到这防区下车。进这防区的时候我们也要排下点，以免被人溜了，好吧。排完点之后也是没有人的，前面起烟了，应该是有人要过来进圈了，这边看他漏了直接打掉，等下之后右边是有个人的，这边打两波长生枪，这边又打上脚打两枪，就是他最后一枪了，利用这个栏杆跳下去，这边他过来了，直接一波要射拿下，然后这场上剩余两个人，我们赶紧把这个包填一下，填一点投掷物。嗯，这里填差不多我们就进圈吧，这场上还剩余两个人，这时候我们不着急进圈，先把我们这前面的烟路铺满，这是前面防区的被打掉了，这里刚想拔雷的他直接跳下来，赶紧切入喷子，一喷两喷，这里也是侥幸吃鸡，好吧，直接拿下这把蛋糕，看这把加多少分，加七分。这晋级赛是真的难打，每次差一点身段就会掉几把，终于上来了 ，OK 呀、啊。